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帮那个 1.5 尺缸加一个那个打气的啦，就是气泡室在里面啊。不过我后面那边吼其实有点难施工啊，几乎没办法拍，所以我现在把这个素材买出来，买好先给大家看，然后买止逆阀，然后这个三通，它这个是比较好的，有一种是那种比较便宜的梯形的那个，有没有梯形的三通，它那个可能一颗没几块钱啊。我是想说买这个来玩玩看，然后就是风管，其实可以去水族店采啦，因为那一天应该说昨天买的，下雨又很不方便啊，就干脆到旁边直接买一买算，因为那个是真的。那个价格是差很多，然后这个是先 test 的打气机，因为等一下我要接的是那个我接到室外鱼缸那一缸的那个打气机，大概是3500的气量，对啊，然后准备一下这个啊，要接一开始可能这中间我这会先稍微在这边先接好一段啊，因为那后面那边没办法。因为那个太窄，没有地方可以拍，所以就变成接好给大家看这样子啊。止逆阀这种就是怕，主要是怕那个啦，主要是怕停电的时候，你比如说我们要重新复工的时候，它那个怕会水跑进去，其实怕跑进去，你后面管路可以绕个两圈，然后用束线带。对，这边还没有拿束线，用束线带把它束起来，然后它就不会，它就是一个管压在的。但是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打气哈，它一样也是一个管压在，你一样是很难会打，就是有管压在，它打不会那么顺。那同样的，就是它不会那么顺的状况下，就是它如果在回流，你又有加止逆阀，就还 OK。这个是 test 的1000型、啊、就是之前也都是买剩的，以前刚玩的时候都乱买东西。先插电，等一下如果那个中断播的话，就大家海涵一下，小孩跑起来。等一下可能要先接一段、啊、如果不知道这边是哪一边的，你就先接个打气机看一下它那个什么哪一边会出气。这样就好，就大概接上去就好了。大概等一下会先接一段出来，大概接差不多啦，应该这样就好了。接个一小段出来，这种杂牌的，一开始都很安静哦。可是这也不是杂牌的，就是一开始都很安静，可是后面你看，有没有很吵？哦，它那个声音，哦。震的玉龙有没有？好像不是，是这边吗？对啊，这边好像没风哎、欸，这边太屌哎、欸。对，因为它这个还要之后还要再一个那个叫做节流阀，调节阀应该也不叫节流，也可以叫节流调节阀。调节阀在外面要装的时候顺便会一起装，因为那个本来就有了。应该没有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这个的话，这样应该是开吧。这应该是转紧哦，真的，现在应该是开的状态哦。这个可能，还没用也不知道。但是这样转，我觉得有一点，跟他带你可能也做拍掉。这个是用螺牙去堵啊，跟那个调节阀不太一样。一种给为。都会胖，就是转多少出多少，你可能要接一桶水来看看。
从这边接进去，然后它气会从这边出来，等一下会先接这一段，然后这一段才会接这一段，然后这一段再接到那个所谓的气泡室。回过来啊！哦，对，有，可以通。可以通，这边可能要转到上大，就直接把它固定起来，等一下就不用再调。它这个牙很深哦，哦，这个真的有点麻烦了。我看到时候大家就买那个简易的三通了。那个比较好用啊，这种它整个小段，这个就不用调到，把它调到最大。这种三通感觉看起来跟它没办法，但是用起来觉得好像。就还好，我那也安尼吼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接另外一段，就是接这一段，这一段等一下就接接原本要接出去的那个鱼缸。哦，啊，这一段就要接我室内1.5英尺那个要增加打气设备的那个地方，所以这一边可能。一样，就是接小段起来，差不多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就是接起来，好，这边就要开始接扎实，因为等一下风就要，哎呦，接错了啦，等一下哎，要反着接，这样是堵起来的。回滑梯，它都倒下来。有些人会在这边涂一点那个类似凡士林之类的啦，那我是懒得这样涂。对，应该这样接。我们丢，好，啊，只能做到这边了。然后这一端接上来，这一端接上来就要去外面绕线，先不要接那么紧。但你吼，去那边很窄的地方施工哦，那真的会踢小。如果不行的话哦，好。大概只能就在这边，因为那很窄的地方没办法，然后把它完成的时候就给大家看，好。
气的部分呢，就是分接管的部分呢，已经把它调好。哇，现在目前比较晚，那大家都小孩都睡觉，就现在来拍补拍给大家看，看这气都可以打出来。哇，里面是虾子啦，气都可以如正常打。哇，刚刚那个 DIY 是勉强就是拍啦，就是可能还是会有挡住，不过讲就是忍耐一下。哇，这个气目前还打得算 OK， 外面的那个水妖精也有做动。啊，这个是这一颗，就是那个这一颗是调节管，它的后面就牵下，有没有那个管子？就是把它绑，把它卷两卷这样子，你就是绕个两圈啦，让它增加一点压力，那它比较不会那个停电，比较不会逆流。啊，你用丝线带把它绑住，然后一路往下面，有没有？这是刚拍给大家看的。这顶可能无够光，袂记摕物件来拍好光，有没有？这应该看得到吧？黄色的那一颗紫密卡被埋起来，你看这个梯形管有没有？哇，这接大概还蛮简单的啦，就没有到很难。这应该很简单，它只是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分接管的一个过程那样子。啊，你在分接的时候，其实你那时候在试，在分接的时候你。就是你在打的那一端，外面那一端可以开通。啊，等到你要接上来这边，有没有？一开始要先锁住，不然你气位置漏掉，外面那个没办法做动。啊，你锁紧之后，再装上那一颗气泡石，哦，啊，再慢慢线气把它打开。啊，你这样就是也检查外面，也检查里面，看两边可不可以做动。啊，如果都可以做动的话，那就算正常这样子。那今天这样做算是还 OK 的，蛮成功的，对吧？那如果这影片对你有用的话，就请大家帮我按订阅，然后点赞、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